们其实原本很害羞，不敢上台表演，可是为了感谢爸爸妈妈，还是勇敢的站出来哦。他们是不是真的很棒啊？好，那他们今天要带来的舞曲叫做《勇气大爆发》，这正是他们目前心中的心情。那我们现在掌声欢迎他们出来。Me too.